为了让地面感受温馨加济时光，河滨镇公所31号暗时举办108年金珠贺岁迎新春点灯活动，现场邀请社区甲团甲艺人来表演，透过各项精彩节目内容，甲官发票换精美贺礼，迎接新的一年。点灯仪式由馆长王惠美、镇长阮浩决等人做伙启动。咱过年就要到啊吼，咱的这个阮镇长啊，酒啉了以后，啊，会使讲对咱这个节庆啊，非常的重视哦。那伫过年之前，拢会来举办一个点灯的这个仪式，一方面，吼，咱的地方的艺文团体，有法度伫遮做表演；第二点，甲遮装置的漂漂亮亮，吼，咱的拢有法感受到咱的这个过年的这个啊。气氛哦，那除此之外，伊嘛真认真伫咧规划咱未来即个河滨镇的即个发展，伫遮再次利用这机会，感谢咱河滨镇公所大家的辛苦。那新嘉年头旧年尾，嘛利用这个机会向咱所有乡亲拜一早年，祝福大家新的一年拢平安顺利，大赚钱，诸事吉祥，猪年行大运。点灯活动配上真有喜气的歌灯，甲镇内街头布置，充分展现创新活力。现场邀请社区甲团学校甲艺人表演，让地面感受到过节气氛。现场阁举办刮发票、玩麻油鸡的活动，让民众伫欣赏热情表演的同时，阁会当享受美食。今天我们公所举办我们点灯的仪式，在我们过年期间，我们都会注意往年都会举办我们这个点灯的仪式，让我们很美的街景亮起来，然后再借此的一个机会，也让在地工作的我们的乡亲能够回来感受到我们过年的一个气氛，也让在外面读书的学子再回来的时候感受到我们一个和美镇的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气象，然后在此祝福大家我们新春快乐，新年快乐。春节就要来到，很多出外的民众就要返乡过节，镇长阮浩就希望安尼的活动会当予出外做工课的民众，倒来处理的时阵，感受到上温馨的年节气氛。新中华新闻李明宏、何美采访报道。